我和毛毛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哦。因为调皮鬼凯文想过100次要转学，但是偶尔呢也觉得挺有趣的。因为毛毛是我的邻居，所以我特别的开心。从今天开始讲讲我和凯文的故事吧。我们是欢喜小邻居。凯文，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呀？今天没有心情跟你玩。怎么了？啊，是不是因为你刚才英语考试得了零分啊？小声点，我又被人听见了。那能怎样？谁还没有失误的时候吗？啊，不知道了。我呢？啊，今天就来教你一下英语的基础知识吧。哎呀，算了，相信我，跟我来吧。干嘛吧？啊，为什么样样都不行啊？我为什么这个样子？我好失败啊！哎，凯文，想开一点嘛。我教你不就行了吗？英语最重要的就是发音，我来教你。尤其是英语发音里有很容易混淆的音，那就是 apple。 不过其实并不是这样，每个人在发这个音的时候就像轮胎漏气一样，像这样。还有就是我之所以英语说的这么好，都是因为我哥哥生活在洛杉矶，所以我的英语才这么好。知道，你哥哥在美国？哪里有哥哥呀？我有哥哥呀，在美国洛杉矶生活。哇，你跟我多少年朋友了？你哥哥，不要这么显摆啊，居然还说谎，真的是。哦，才不是呢，我真的有哥哥，我哥哥从小英语很好，很小的时候就去美国了。我哥哥长得又高又帅，还是大学生呢。哦，是吗？如果是亲哥的话，总会有照片什么的吧？给我看看呗。啊，照片？等等哈。哦，照片，我刚刚换了新手机，现在里面还没有照片。哦，肯定没有啊，你本来就没有哥哥。我有哥哥，你怎么这样？哦，是吗？是的，真的，是真的。给我看看证据啊。那么我这就回家拍来给你看。哦，真的？真的，家里有很多照片，怎么可能没有我哥哥的呢？好吧，带上照片，明天我们还在这里见面。要是没有的话，告诉你，我要告诉所有人，你是个谎话机，听到了没？好，就这样。好的，我走了。走吧。啊，怎么办呀？我的嘴真是个问题。我干嘛说那些？哎，没办法了，只有把我的脸 PS 成男孩子的脸了。这个看着还不错。这样，看一下我的脸。哦，要好了。哈哈，太棒了，这种程度一定能骗过凯文。凯文，我来了。哦，来了。凯文，那个你还记得我昨天提到的我的哥哥吗？还记得吗？那个不是玩笑吗？才不是呢，不是玩笑，这真的不是玩笑，我来给你证明。你不是让我拍照证明吗？我真的把照片带来了，给你看看我哥哥的脸，你一定会吓一跳的。看，凯文，这就是我们哥哥，很帅吧？他不是在洛杉矶生活吗？他家旁边就是那个自由女神像，所以。但是自由女神像不是在纽约吗？你还是先看照片吧。你再看下一张，这张呢就是我哥哥在那个美国洛杉矶的路上。你看这些行人，他们都在盯着我哥哥呢。等一下，你哥哥多高啊？可高了吧？对了，我哥哥可高了，虽然我个子不高，可是他有1.8米多呢。你跟你哥哥，你们有一起拍的照片吗？怎么只有你哥哥自己啊？跟哥哥一起拍的照片在哪儿？不是啦。那是因为我跟哥哥单独联系的关系，所以只发了自拍。怎么了？我是看不到你们俩在一起这样的画面的，我是不会相信的。正好我哥哥明天就回来。回你家吗？明天就回来。不过我们还说好明天一起拍自拍照呢。那就让我看看你在美国生活的哥哥吧。我哥哥
他在美国呢生活的太久了，所以有些认生，所以见面你可能会有点害怕。我一点都不认生。我哥哥虽然很帅，但是外表让人觉得很难接近。没事啊，无所谓啊。啊，知道了，那就明天见吧。我让你见我哥哥。哦，真的吗？嗯。我居然能见到能听都没有听说过毛毛的哥哥。哦，我明天穿点什么呢？凯文，我现在有点急事，那我先走了。哦，这么突然？哦，我来不及了，再见，再见。哎呀，怎么办呀？我怎么又说谎了？哦，怎么办？啊，虽然找到了眼镜、假发还有衣服，不过最重要的是英语得好啊，英语怎么办？哦。啊，把英语写在这个纸杯上不就行了？反正凯文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就把这段时间想说的话都写在上边吧。再往上找找，嗯，不错不错不错，这句话就行。Don't bother my sister， 不要欺负我妹妹。这样的话，凯文一定听不懂。哎，这样不会露馅。哎，再练一下吧。Don't bother my sister。啊，不不不，Don't bother my sister。哦，好冷啊！这么冷的天，为什么在外面见啊 ？Oh, hey, I'm Morris. Morris. 请问，你是毛毛的哥哥吗？Hi Kevin, my name is Morris. My name, 名字，my name is Kevin. 毛应该都姓毛吧？你好 ，Kevin， 见到你很高兴。你好，见到你很高兴。不过毛毛在哪儿啊 ？Stop, stop, stop, stop. Kevin, morning 是什么呢？我是毛毛的朋友。Kevin, don't bother my sister. 什么钱？钱？什么钱啊？怎么刚一见面就要钱啊？Kevin, don't bother my sister. 到底在说什么呀？给我妈打个电话吧。Stop, stop, stop, stop.Boy, don't bother my sister. 好的好的。不过毛毛说你个子特别的高，身材也特别的好。你这样坐着我看不出来呀，你能站起来让我看看吗 ？Stop, stop, stop. Sorry, Titan, my Titan. 腿疼啦。Yes, yes. 就是嘛，我们毛毛特别善良，绝对不会说谎。果然毛毛有哥哥啊。Kevin, be nice to my sister. Nice.Be nice to my sister. Bye. Bye. 走了走了，耶！果然笑得不错。现在，终于可以把这些都拿下来了。终于得救了。对了。给凯文打个电话吧。喂。凯文，刚才看到我哥哥了吗？哦，看到了。怎么样？不错吧？我哥哥说你长得挺帅的。真的吗？谢谢了。我不是黄花精，对吧？是真的吧？好吧，你不是黄花精。哈哈，好的，那我们明天见吧。再见啦。哎呀，明天见。